关爱一段影片近日引发网友热议，有狗主人为萨摩耶爱犬买了一个三色狗公仔，结果萨摩耶犬非常喜欢，而且爱不释手。主人见到之后，于是又买了一只狗，爱型和狗公仔一样，十足公仔变成现实。萨摩耶完全不知此狗非彼狗，就开心地陪狗仔长大，形影不离。网友纷纷问，萨摩耶会不会真的以为玩具变成了朋友啊？又笑言宠物狗都有宠物狗。微笑天使萨摩耶很喜欢玩玩具，以往国外就有狗主人影到萨摩耶爱犬喜意一路用爪有节奏地将油声玩具压出吱吱声，一边抬头号叫，似乎是在度唱歌。不过一发现主人偷看，这个新歌发布会随即煞停。